看这个新闻啊，说是一个民兵的指挥官，Melissa，一个民兵的指挥官被那个打死了。Commander，他是有那个伊朗背景的。这个谁打的呢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武装力量。军事打击给那个人给打死了。Military strike。圣地亚哥呢？这个城市它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归来的军人和一个护士，就是接吻，那叫世纪接吻啊。